个弹黑的内饰，然后也可以选择其他内饰颜色，根据您个人喜好选，包括我们的车的外观都是根据自己喜好去选颜色啊。那这台车的话也是我们的 BOSS 音箱，我们的 BOSS 音箱的扬声器的话是在8到14个扬声器，选择的价位不同的话，然后呢它的扬声器的个数段也是不一样，也有那个里面也是有一个碳纤维的一个设计啊，整个都是一个法式双缝线的一个走线啊。我站着168够不着是吗？CD5 出混动了吗 ？CD5 不接 ，CD4 豪华的话裸车大概是在22，但是它可以私信我们后台啊，我们都会有专属的购车福利的啊。落地的话可以私信后台，让我们小助理给你们算一下啊。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欢迎刚进来的小伙伴们。那刚进来的小伙伴们，如果想看车系有想问的问题的话，都可以直接打在公屏下。咱们评论区一定要正能量一点，好不好？到底是买你送车还是买车送你？只能买，我们都不送啊，都不送啊。那这台车的话也有一键调节的座椅记忆啊，那正常行驶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自己调节啊，就我们自己开车之前啊，我们都会调整一下座椅，是不是一键调节啊？然后座椅通风啊，座椅加热，也有8项自动调节，4项腰部支撑啊，3副多轮方向盘，搭载是9AT 手自一体的换挡拨片啊。正能量是的 ，CD5 全系价格是在我们的一个24到30.5都是裸车可谈的价格，可以私信一下我们后台啊。CD4 有轻混的吗？没有，我们 SUV 的话全部都是48伏轻混的啊。那像我们轿车的话不是轻混的啊。谢谢点赞，欢迎刚进来的兄弟们。这车后备箱大不大？两个人在里面方便吗？这个后备箱里面两个秃秃都能放得下啊。你想放多少人就这好像不止两个人吧，挤一挤4-5个人也是可以的啊。是的是的，可以放很多个人啊。好的，感谢我们新进来的三帅的关注哦，可以给我们这车真白，这车白吗？这车白吗？白的话扣一。的确挺白的，我也觉得挺白的，钻白的颜色嘛，当然得白啊。那我们这台车的话也是一个8寸的一个泪千屏啊，然后也有个双边限量式的荣光号场景全景天窗的一个设计啊。这台车的价格是在34到42之间，都是裸车可谈的价格。如果对我们这台车有什么疑问的呀，或者说有什么具体想知道落地价还有优惠政策或者说首付的一个政策的话啊，都可以直接联系我们后台，让我们小助理联系一下你们，或者说点击我们的下方小风车也是 OK 的啊。这车比容易脏，白色的话白色的话应该是最耐脏的颜色了呀。我觉得还好，白色没有吧。白色是最耐脏的颜色。对，这台车就是 XT6 呀，莫 XT6 就是这台车了。这台车价格是在我们的一个34到42之间，都是裸车可谈的价格，可以直接联系一下我们后台就 OK 了，我们会有小助理专业联系你们啊。看看后排 OK 没有什么问题，来我们看一下我们后排啊，来摄影师啊，你要看一下里面吗？整个让我们摄影师带你们扫一遍。整个后排啊，是的是的啊，这就是我们 XT6 的一个六座的一个后排啊。那对我们这台车没有什么疑问的，我们就可以就换一台车了。有没有其他想看的车系打在公屏上啊。今天没有想看 CT5 极光青的吗？我们的春季限定款的颜色。哇，今天怎么都是想看 XT 系列的？我喜欢大车。太窄了，后排不窄啊。这台车的话也有我们的星光门 LED 灯的门把手，4门V2进入的车型，而且我们这台车的大灯的话是一个矩阵式分段大灯，5种模式自动调节啊，有3个透镜设计啊。你们还有其他想看的车系吗？就看 XT5 吗？除了 XT5 还有别的想看的吗？呀，你们突然一下这么安静，让我不知所措呀！咱们能不能不要这么安静？那我们就先去看，我们看一下我们自己想看的车吧。我想去看一下 CT5 的极光青。好，那我们去看 CT5 的，走吧。我一直以为那是一台豪华的车。这周 CT5 的极光青路过屏了吗？路过了，但是它是，我一直以为它是一个豪华型的车型，但是它是一个风尚的车型。它不是豪华。欢迎新进来的宝子们，可以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哦，大宝贝们。看 CT5 吗？这台车吗？可以啊。那就看这台车啊。角度，这里吧。这台车呢，就是我们 CT5 的一个极光青的一个颜色啊。那它是一个入门级的车型，一个风尚型的车型，价格的话是在24裸车啊。
那落地价的话，私信要后台找我们的小助理给您核算一下落地价啊。那中网的话是一个镀铬的点阵中网，主动闭合式的进气格栅，价格是在24裸车啊。那全系价格是在24到我们的 30.5 都是全系可谈的价格。那我们下格栅的话是一个贯穿的熏黑下格栅，可以看到我们前唇都是一个熏黑的设计，年轻运动的特征啊。24万，我说的是裸车啊，不是落地。落地的话，私信压后台，让我们小助理给您算一下啊。那我们这台车的大灯的话，是一个矩阵式，是一个扁平式分段大灯啊。它模式比较多，然后呢，它也是一个，有很多功能性的，有我们的日间行驶灯啊、隧道探测、自动远光，功能性是比较全面的一个车型。那我们再往后看，看一下我们的车侧啊。这挺可怕的，嗯。谢谢关注，看看后排 OK， 等一下带你们看后排。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这台车的轮胎啊，这台车的一个轮胎的话是一个米其林的一个18寸的一个轮胎啊，全系防爆胎的一个车型啊，可以看到啊，前面也是一个双层静音夹胶玻璃，所以整车静谧性不用担心啊。我们也是整块的隔音棉，也有 NC 主动降噪功能啊。然后这台车的价格是在我们的一个24裸车啊，